这个录像的内容至关重要啊，千万不能把它泄露出去。你放心，我已经跟追查国际的人联系好了，我会在第一时间把它发出去。发出去之后，我会立即把原文件销毁，保证当事人的安全。嗯，好，现在外面没有人，你快回去吧，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处理。那好，那我先走了。冯工，开会了。哦，我马上就到。好，嗯。谢总，先生好。你们好，来坐。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准备一下跟韩国星宇集团的谈判，如果他们能够认可我们新产品的设计方案，那么我们公司的业务可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了。好啊，这项产品我们采用了好几项我们新研发的专利技术。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满意的。嗯，为了避免方案泄露出去，冯工特意给这台电脑做了高度加密。呵呵，很好。谢总，谢总，有几个警察闯进来要找冯工。什么？我去看看。好。冯工，怎么回事啊？来不及详细跟你说了，韩商产品的设计方案全在这里了，你打印一份就行了。好。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也在这里，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啊。好。我现在把开机的密码写给你，一共是20位有相关联的数字。嗯，记住了，不能试错，输错三次，所有的资料全都自动销毁了。好，知道了。走，这边，这边，走，几个，冯工，走，干什么？干什么？凭什么杀人？不许杀人！杀人！别瞎掺和，滚一边去。哎，你，哎，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呀？谢总，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糟了！怎么了？冯工的开机密码只写了一半。啊？哎，怎么办？아버지아직중국회사에서디자인을안보냈습니다제가빨리보내달라고얘기했습니다아그사람들조심해야된다내가중국에서다른회사들도이디자인에관심이굉장히많다고들었어너직접가봐야될것같아지금바로출발해걱정하지마십시오제가꼭찾아내겠습니다Thank you.
少宁啊。哎，谢总。那我先走了。哎，行，你去吧。韩国星宇集团的产品设计方案怎么样了？金城浩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对方很重视啊。谢总，您放心，这两天我和孟翔一直在忙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按时提交方案，到时保证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谢总，您一天没吃东西了，吃点吧。没有胃口。冯工的密码怎么样了？我没有任何线索。那我们和金城浩的谈判怎么办？我也没有什么头绪。这次我们投入这么大，合作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真没想到冯工这么好的人会遇到这种事情。是啊，他以前给我讲的我还不相信。哎，谢总，要不我们明天去分局打听一下。好。嗯。孟翔。谢总。怎么样了？哎，我们只有前十位数字，理论上后十位数字有100亿种组合，我们不可能去一一尝试，因为我们只有3次机会。一旦3次密码输入错误，里面的文件就全部自动删除了。谢总，金城浩他们来了。哦，请坐。앉으십시오。사장님디자인은준비되셨어요？设计方案准备好了吗？设计方案已经准备好了，但是非常抱歉，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现在拿不出来。준비다됐습니다。죄송합니다만지금일리상교소모네는상황입니다。장난하세요？开玩笑吗？일부러그러시는거아니죠？다른중국회사들도이디자인에관심많다고들었는데。不是故意的吧？我听说其他公司也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不是的，我们的技术总监昨天突然被警察带走了。아닙니다，우리기술책임자어제경찰에게잡혀갔습니다。그디자이너가범죄자예요？设计师是罪犯吗？他是因为信仰才被抓走的。개인신앙때문에잡혀갔습니다。중국에서는흔한일입니다。能不能再给我们几天时间？며칠동안도주실수있으세요？무슨일처리가있더야？3일。3天。3일드릴게요。3일안에일끝내면우리계약하고3일없던걸로할테니까就取消签约。가자。怎么办呢？谢总，怎么办呢？谢总，您没事吧？您看看。哎，这小子挺能鼓的啊。您能解开吗？就凭我在 IT 工作这么多年的经验，要解开这密码啥问题没有。真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给你解密。哎呀，太好了。而且我只要2个月时间。2个月啊？对。可是对方只给我3天的时间啊。3天？哎呦大姐，这我可整不了。你看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也不知道少明怎么样了。健康的心脏，否则你早就劈开肉绽了。用不了多久，这儿就被掏空了。见这点血算什么？你这心脏跳得很有力呢。怎么了？上面不要留活口吗？别打坏了。哼！刑队，他什么意思啊？妈的，装备！蒋教授，您能通过前面这十个数字破解后面十位密码吗？谢总，这只是十位随机数字啊，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如果要计算出后十位数字，得需要几台大型计算机进行大量的演算和尝试。我只有三次机会，而且只有两天的时间了。这是不可能的，谢总。儿子，怎么样了？还是不行，妈妈。好，那我们坐着等一会儿啊。好，来坐。我儿子是电脑小天才，让他试一试，没准能成呢。谢谢你啊，妈妈，我还是解不开。能不能快点啊？看看共产党的干部办事效率就是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信不信我收拾你？哼，这年头什么人都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我们想向您打听个人，他是昨天被抓进来的。叫什么名字？冯少宁。冯少宁？等一下。你们和他什么关系？是他什么人呢？他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这位是我们的总经理。冯少宁是练法轮功的，你们知道吗？这……哎，张队。哎，他们是来找冯少宁的。哦，这事儿交给我了，你先出去吧。是。你们找他有什么事情吗？冯少宁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需要他帮助处理，您能安排我们见他一面吗？冯少宁这个案子啊，性子比较严重，上面非常重视，你们根本见不到他。无论如何请您帮帮忙，不然的话我们公司真的就有大麻烦了。那这样吧，
我帮你们打听打听。这是我的名片，拜托您了。嗯，好，谢谢。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对呀，妈妈被这几个数字给难住了。我看看，一二三六五，一二一六五，什么意思啊？唉，我要是能猜到它是什么意思就好了。算了，你去练琴去吧。啊，一二三六五。一二一六五，一二三六五，一二三六五，一二一六。行队，医务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赶快拖走，那边还等着手术呢。好，张队，这笔钱您一定收着，请您务必安排个时间让我跟冯少宁见一面。不是钱的问题，您要是嫌少，我那还有，包括其他警察的，十万二十万，您说个数啊！不是这意思，你误会了。唉，昨天晚上他被军方的人带走了。军方？为什么？你知道309医院吗？309医院？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你呀、啊、也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啊！嘿，等等，他们到底把冯少宁怎么样了？据我知道，凡是被送到那儿的法轮功，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这有张新的光盘，您回去看一看。又是法轮功的？谢总，您知道吧，现在很多部队和武警医院都是被用来专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地方。真的假的？有这么严重吗？确有其事，您回去看看就知道了。309医院啊，也是在北京，说在5年之内，他器官移植的收入啊增加了8倍，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活人供体器官库的存在，是国家级的，这是江泽民下令国家系统的反人类罪行，用器官移植这种方式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一场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难道少宁也被他们虐杀了？
真想不到，在这一片表面繁荣的外表下，还有这么罪恶的事情发生。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额外的话题，我已经憋在心里很长时间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冯少宁因为自己的信仰被警察抓走了。他犯什么罪了呀？不就练个法轮功吗？是啊是啊，就是因为他练了法轮功。这张光盘是少宁在被抓前几天给我的，来，梦想，给大家放一下。2007年，美国卫生部报告，肝脏和肾脏移植平均等待时间是多少呢？2至3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等待最快的4小时。专责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法轮功学员的供体能够占90%，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编号。非正常死亡已经超过50万。我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曲线完全重合，庞大的活人器官供体库。直接是迫害的，不光是你们看看，他们还是人吗？中国人是对整个人类的摧毁。那不是让咱们蹲大狱那家伙吗？哦，就是他，削他，走。走你傻呀，要真到这钱你不就完了吗？我有一个朋友在武警部队，就在几年前他执行一次秘密任务的时候，亲眼看见一个女法轮功学员的心脏被活摘了。这简直啊不是人干的事情，所以我那哥们这几年都快憋疯了。他想通过我找到你们，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好啊，不过这很危险的。是很危险的，可是比起你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苦难，这点危险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我会尽快的安排，一旦拿到他作证的证据，我会马上通知给海外的追查国际。唉，怎么追查国际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消息？难道少宁没有把录像发出去？知道我叫你们来干什么吗？主任，你说。就在我们内部有人出来指证我们活摘法轮功的器官。有一份秘密录像一旦传出去，对我们非常不利。今天我叫你们来
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录像。据报，这份东西在一个叫冯少宁的法轮功手里。冯少宁，这可就难办了。主任，他已经死了。我不管他死活，就是掘地三尺，你们也必须把这个录像给我找出来。是。行队，没找到录像，就找了这些东西。继续走。好。知不知道那录像藏哪了？说不说？我不知道。好，让我不知道。妈妈，知不知道藏哪了？我不知道。东西在哪？我还想要问你们呢，你们把我丈夫抓到哪去了？像他这种人就等死吧。卑鄙。妈妈，妈妈，妈妈，不信找不到，搜。你们在这忙什么呢？我们在收拾冯工留下的东西呢。人力资源部已经把新技术总监的招聘广告发出去了。是这样啊。哦，对了，谢总，这个是在冯工抽屉里发现的，您看怎么处理啊？哦，交给我来处理吧，你们忙吧。嗯，好。谢总，请留步。哎，张队，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哦，现在610正在追查一份秘密录像，据我所知，这个录像在冯少宁的手里。秘密录像？嗯。冯少宁在被抓之前，把他的私人电脑留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密码，登录不进去啊。怎么了，依依？快看！你看什么呢，孩子？你带回来的光碟呀。这是什么呀？你看嘛，你上次那张带着数字的纸呢？那张纸啊，在妈妈包里。我看看。给我，跟我来。嗯。干什么呀？懂了吗？不懂。这些数字就是刚才电脑上面的曲子一样的。什么？一，你是说这几个数字是刚才那个曲子的音符？是啊。真的？真的。
哪，依依呀，你可帮了妈妈的大忙了。拜拜宝贝儿。白妈你去哪儿啊？喂，谢总，你好。你现在马上去办公室，我有急事找你。好，我马上过来。喂。喂，张队长吗？啊，对，我是。少宁的密码已经有进展了。哦。我身后呢是天国乐团，他们所演奏的乐曲就是法轮大法好。梦想你看，就是这个曲子。法轮大法好。嗯，你能找到这谱子吗？好，我翻墙找一找。快点。东泰网连上了，去谷歌搜一搜。好。法轮大法好简谱。对，就是这个，赶快把它打出来。1 2 3 6 5，一二一六五，太好了，对上了。那这后十位会不会就是后面这些音符呢？谢总，你能确认吗？记住了，把门大法好。我觉得就是这几个音符，咱们试试吧。好。1 2 3 6 5，一二一六五，一二一六五，六五三二一，成功了！终于解开了，太棒了！打开看看那个文件夹，这是反攻的设计方案。太好了，对，就是这个，太棒了。哎，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以后是不是还能活着，谢总，请你们务必把我说的这些事情转发出去。我倒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出来说真话。这就是少宁那个秘密录像。我在秘密录像待的时候，行队，咱怎么办？解散公司。好，龙你快点开。中队这边走。这人是在作证吗？这边有人，就是。哎，你们干什么？为什么闯进来？我问你，冯少宁的东西在哪？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我现在你们干什么？让开！我也是被蒙蔽了。哎，队长，这是什么？苏家屯是辽宁最黑的地方。有一次，省厅派来两个军医，把一个女法轮功送到一个精神病院的手术室，没有打一点的麻药，好好的一个人。哎啊！怎么没有了？我们，你们搞什么鬼？陈阳虎，我们能搞什么鬼？你们不都看着呢吗？啊！住手！不许说，不许打人！走开！住手！我不知道，没事。我说是吧？不说我们也有办法。把电脑没收。你们不许乱动。住手！
江副舰长，你这是干什么？我就恨你们迫害好人。想伸张正义是吧？开枪啊，开枪啊！你手怎么发抖了？不敢开枪撞上的孙子，我现在就就地正法你。哎啊啊啊，这什么情况啊？刚才你没看到吗？都显灵了，多神呢。反正我没见过。站好。还有你啊，你还想和他们一起害人吗？不不不，张队长，我以后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那好，那赶快把他带走。好，好。张队长，那你的安全呢？哎，你不用担心我，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理。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文件保存好啊。好，好。那好。把一个女法特工送到一个精神病院的手术室，这不还在吗？一点的麻药，太神奇了。是啊，我们赶快把她发出去。好，那么的善良，那么的健康。那些魔鬼医生手抖都不抖，戴着口罩直接上去就是一刀，把血给你划开，猝死，血立刻就喷了出来。那个学员大喊一声法轮大法好，他们先摘的是心脏，然后摘的是肾，他的心脏血管割断了以后，人就在那抽搐，然后就痛苦地睁大了眼睛，张着大嘴，我当时就想拿枪把他们都突突。我不能再说下去了。那个秘密录像已经流传出去了。什么？属下无能。混蛋！我刚要接受处罚。滚！是。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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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首长，首长，首长！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14号公布了一名活摘手术现场警卫的完整证词，再次的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确凿的证据证明活摘器官在中国是真实存在。The truth is gradually getting out. We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predominantly the Falun Gong in China. To what may be one of the great crimes of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never be overlooked.By the decent people of the world who make these demands. To stop something which is unacceptable. This must stop. 欧洲议会通过了制止在中国的活摘良心犯器官的书面声明。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Keep fighting. Keep standing. We will defeat this evil. The justice will come.To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t's about time to bring Jane to justice.
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上都了解了，你回去等消息吧。嗯，谢谢，再会。这就是我们说的郑一鸣。嗯，下一位。你们好。你好，请坐。郑先生，我觉得你的资历很好，你的学历和技术经验非常符合我们技术总监的职位要求。谢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在你的个人简历当中，为什么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经历呢？不瞒您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哦。之所以这两年没有工作，是因为我不肯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了两年。没关系的，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您不能录用我，我也能理解。等一下，你明天来上班吧。真的吗？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谢谢。欢迎你的加入。谢谢。